此前我所学的算命宝术不过是遗中所留，真正的太古天阶纯血神通原来藏在石骨宝库。王道武器其实就是万民的月心，陛下您初登大位，一场大战已将历代先皇聚拢的龙气几乎耗尽了，而属于您自身所积攒的黄道龙气极为稀少，故此无力修复法阵。可有其他替代的方法？既是护国法阵，自然需要护国者亲自凝聚万众之心，可眼下人心惶惶，一时间号召万众齐心唯恐艰难。除此之外，除非找到一股堪比黄道龙气的至强之力才行。至强之力，我有办法。法阵要修好了吗？这下三将可攻不进来了。哼，为我劝降法旨，那就休怪我三将手下无情了。这有法阵守护，不用怕。该死！不如出战，法阵必然不保百姓威仪；若不应战，任凭他们攻击，终究难以持久支撑，到时还是无法守护百姓。陛下，您怎可？陛下，我来助您，还有我，无影，我来。还有我！好，吾怀众一心，看何人能欺我石狂！无知之辈，即日三将便要灭你一方国土！这样下去不行，必须想办法清除那藏功宝具之人。人皇，这里交给我。你是护石国，我岂能袖手旁观？我自知不是三教对手，接下来靠你了。你守护好百姓。陛下何必出去应战？陛下是担心若只是被动防御，法阵无法长久支撑，终会伤及无辜，这才选择出去应战。你若肯放弃皇位，听从我三教安排，我等尚可留你一命。现在离开此处，我也可留你们一命。大胆！无需理会，他只是想激怒我等，好让我们不再攻击法阵。殿下他们撑不了太久的，我必须速战速决。石国容不得你们放肆！小石，交出月尘，留你全尸。仙子现在乐不思蜀，还不想跟你回去。糟了！大家顶住啊！